翻嚟本港，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寒冷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雨带正系覆盖华南。今日朝早大部分地区嘅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较琴日低3度左右。第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就会逐渐影响住沿岸地区，今晚开始有机会吹住一些大北风，星期一和二风势都会变得比较大。咁而今個禮拜中至後期咧，啱啱提及嘅偏東氣流咧，就會逐漸緩和啊，沿岸地區咧都會變得和暖啦，同埋潮濕噶。咁所以我哋嘅展望方面係星期一、二咧風勢都會比較大噶，同埋有幾陣雨噶。而之後嗰幾日就會變得和暖潮濕啊，最高氣温有機會上升去到23、24度左右。而天色方面咧，都係較為明朗為主噶。青衣月初发生两宗电力事故，中电向机电工程署提交调查报告。其中元旦牙鹰洲街变电站电压骤降事故，报告话系变电站内一个132,000伏特嘅电缆终端故障，自动保护系统即时隔离故障部分，期间出现短暂嘅电压骤降。调查后发现，电缆终端内部物料嘅绝缘功能失效，导致到短路。而今個月7號長安村安眉樓停電一個半鐘，中電話是安眉樓有變電站的電纜接頭防水功能失效，令濕氣進入電纜接頭內部所致，同日已經更換故障接頭。中電話兩宗事故是獨立事件，發生在兩個不同電壓的供電系統，事後已經巡查同區內其他的供電設備，以及檢查其他地區同類型電纜終端和電纜接頭，並再次就事故致歉。《東方日報》社論，去年9月西九元方發生地底密閉管道奪命工業意外，兩名男工人懷疑吸入沼氣中毒身亡，工人在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保障措施嚴重不足，當局長期不監不管。之後勞工處突擊巡查200多個地盤，發出200多張告票，並已於今年上半年推出修訂密閉空間實務守則，但更重要是如何有效監管和嚴肅執法，否則只是擺姿態走過場而已。明報社評，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今個月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中，先後在艾奧瓦州、新罕布12州勝出，並以大比數碾壓對手。一般預料他很大可能代表共和黨出選總統。而民主黨方面，現任總統拜登亦已經展開連任競選活動。今年美國大選很大可能重演四年前的兩名老人對決的舊戲碼。現時多項民調顯示，2020年落敗的特朗普支持度領先拜登，顯示美國民意的詭異變化。當輿論開始討論明年特朗普重返白宮的後果時，多數美國盟友都不寒而栗。不過美國的總統選戰還有10個月時間，特朗普能否復辟仍然有變數，而對美國兩黨政策特別是外交政策的差異不宜誇大。回來本港，年輕人的夢想職業越來越多元化，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職業，例如醫生、律師等等，更多人想一身兼數職，而網紅更加成為年輕一代追求的工作。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咪。今天我嚟到呢個筲箕灣的東大街，做啲咩咧？當然就是掃街啦。原本做文員的咪咪厭倦了朝九晚六的生活，辭職之後嘗試拍攝網絡影片，3年前正式經營自己的頻道。他很喜歡這一種彈性工作模式。 1, 2, 3, 4, go。 不過只是靠拍片的收入並不穩定，所以他都會教人打爵士鼓。可能你說幫補一下，即係可能一啲車費啊，或者可能你拍攝上嘅費用啊。我因為我拍食嘢嘅片多，咁你食嘢要俾錢嘅。
近年有机构调查显示，本港青年弹性就业比例超过15%，认为年轻的斜杠族除了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之外，都渴望能够作出多元尝试，期望生活较丰富和阅历较多。叫做 work-life choices， 他们希望他们翻工的工作内容，他们翻工的时间，翻工的地点，甚至乎他接的什么 job， 整个时间的运用都能够在他自己手上面。在外国里面来讲，其实有调查的话，弹性就业的年轻朋友其实是超过30%，所以你看到香港其实逐步爬升紧。Kibi 同樣身兼數職，包括拍攝網絡影片。過去的短片觀看次數不錯，曾經為他帶來可觀收入。最高峰的時候就試過一個月是6位數字的。其實現在可能去到幾千一萬，去到或者2-3萬，每個月很浮動。做網紅競爭越來越大，要經常製作新影片才可以維持人氣。Kibi 有啲意興難生，考慮再進修另覓出路。無線電視記者何彩思報導。內地近年生育率持續下降，官方近日提出要引導民眾樹立積極嘅分育觀念。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近日在北京召開，話各級計劃生育協會要推進全國計劃生育改革同建設，進一步展開生育支持服務。舉行分育文化主題活動，引導群眾樹立積極的分育觀念，破除高價禮金等分嫁陋習，亦都要普及科學育兒知識，提升家庭養育能力，緩解家庭育兒焦慮等等。內地近年出現在網上租男女朋友在過年的時候帶回家應付親友催婚，不過有律師就說租另一半屬於僱傭關係，建議先簽訂合同保障雙方。內地這個出租網站不是租屋或者租物品，而是租男女朋友，除了上載了出租男女朋友的相，還有身高、體重等的個人資料。有不少人表明租女朋友是為了過年那陣帶回家，避免拜年那陣被親戚朋友催婚。內地民眾又怎麼看呢？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正常的吧，应该，因为现在很多家里很多都开始催这东西，干嘛要这么催孩子、逼孩子？没必要，真的完全没必要。有律师话，出租男女朋友其实属于雇佣关系，应该受到民事法律约束。呼吁这种平台啊，首先要严格审核相应的这种信息。第二个呢，就是平台呢要给一些就是说合同的这种版本，引导这个相应的这个比如说购买方或者提供方呢签署一个这个规约定比较明确的就是有法律效力的这种合同。亦都有学者话，呢种服务期间有可能要同陌生人有亲密接触，容易引发争议，出租平台应该加强监管，并且要审核双方身份同服务内容，若果发现以出租为名从事违法犯罪的人士，应该一律报警处理。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明報報導，資助出售房屋按負擔能力定價機制的影響浮現，繼房委會不排除需調整後，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接受明報專訪透露，房協去年年底推售安達臣道資助出售房屋浪然，按機制定價後成為歷來首個虧損的資助出售項目。房協會向政府了解未來釐定折扣率機制會否調整，又或影響未來承建額外公營房屋項目。他又透露，房協現金流未來一兩年出現缺口，除了今年內同銀行達成借貸協議外，亦都研究先考慮出售核下散鋪套現，但不考慮屋邨商鋪同停車場。另五年後建屋計劃，盡可能先建成出售項目，以加快資金回流。星島日報報導，農曆新年將至，不少市民都會購買年花。本港近日天氣寒冷，雖然未有影響年花盛開，但生意未解凍。有种植桃花的花农表示，今年花开合时，生意同往年相若，有60-70%的熟客前来订购，有公司的客户更加购买售价达到200,000的桃花。但花农话生意仍然较预期淡静，亦都有售卖年桔花农话，今年销情一般，
认为通关后很多市民北上或者去到海外旅行消费，对生意或者有一定影响。大家早晨，我是陈宇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雨带正是覆盖华南。今日早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较昨日低3度左右。第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就会逐渐影响住沿岸地区，今晚开始有机会吹住一些大北风，星期一和二风势都会变得比较大。咁而今個禮拜中至後期咧，啱啱提及嘅偏東氣流咧，就會逐漸緩和啊，沿岸地區咧都會變得和暖啦，同埋潮濕噶。咁所以我哋嘅展望方面係啊，星期一、二咧風勢都會比較大噶，同埋有幾陣雨噶。而之後嗰幾日啊，就會變得和暖潮濕啊，最高氣温有機會上升去到23、24度左右。而天色方面咧，都係較為明朗為主噶。一个九个月大的 BB 女被发现脑部有血块，怀疑被人不恰当对待，情况危殆，警方拘捕一个33岁的保姆。被捕的33岁保姆据了解报称是家庭主妇，住在屯门御半山，本身都育有一个幼子，是第一次做保姆工作。至于怀疑被不恰当对待的九个月大 BB 女，她的30几岁父母因为外佣一月休假，所以到仁爱堂社区中心寻求暂托服务，并且向中心支付每个钟头20元的服务费，请了那个保姆。一月起逢星期日的朝早将个女交给保姆带走照顾，并且在挨晚由保姆的手中接回个女。过去的星期四，爸爸妈妈再将个女交给保姆照顾。当日下午，保姆帮 BB 女冲凉之后，发现 BB 女抽搐，透过仁爱堂通知父母。父母大约一个半钟头之后到达，发现个女无意识咁样瞓咗喺 BB 车入边，立即将佢送去屯门医院。医生发现 BB 女大脑有啲血块，左眼肿胀，进行手术之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初步认为 BB 女嘅受伤好可能系人为造成。警方话接获屯门医院职员报案，怀疑 BB 女曾经被人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拘捕嗰个保姆涉嫌虐待或忽略嗰个 BB 女。仁爱堂话警方正系调查，会全力配合，现阶段不宜作任何评论，并且对 BB 女嘅屋企人表示深切慰问，祝愿尽快康复。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垃圾徵費延至8月實施，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今年內在所有公共屋邨設廚餘機協助減費，而現時有約90條公共屋邨設有廚餘機，有居民就擔心衍生衛生問題，亦都有意見認為廚餘機的容量不大，建議使用廚餘鋼尺。這部網絡似影印機有半個人咁高的就是智能廚餘機，要用就要先下载绿绿相应用程式，打开程式扫描二维码，厨余机就会自动打开，可以将厨余倒入去。机内有胶袋装住暂存食物残渣，之后会有专人运往回收。方便嘅，因为咩都系用智能，跟住一部手机就可以搞掂。都要一段時間適應一下啦，即係開頭睇下點樣儲啲廚餘，自己喺屋企咁啊，先再攞落去咁樣咯。藍田平田村三個月前亦都加設咗廚餘機，居住喺呢一度嘅林婆婆就開始試用。佢話回收廚餘日後可以減少要俾錢掉嘅垃圾量，但係就擔心衛生問題。始終呢啲屋邨咧人多複雜啲嘅。啲人有啲係冇乜公德心嘅，佢就喺側邊射落去，咁咪周圍都係咯，變咗周圍滴咗周圍，同埋嗰個邊咧都好糟噶。智能廚餘機淨係收集固體廚餘，湯水要預先倒乾淨，外賣盒同餐具好似木筷子同膠羹，記得要另外處理，唔好掟埋入去。有區議員擔心廚餘機容量未必夠用。
我自己了解到咧，其實譬如一座樓為例咧，如果一部廚機係頂唔順嘅，咁我哋應該咧係咪可以有多過一部啦，以至乎擺個位更加方便市民啦。第二個就係加強嗰個所謂嘅廚餘嘅回收嘅頻率。廚餘機啦，即係可能佢應付到係幾十個住户啊。咁如果公共屋邨講緊上千上百咧，咁我哋可以就參考鄰近嘅國家或者地區，就用一個廚缸車嘅方法，因為廚缸車就一個好，你幻想一個大嘅垃圾車。他說可以安排廚餘缸車在指定時間收廚餘，方便居民。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星島日報社論，美國年底舉行總統大選，共和民主兩黨啟動提名人初選，欲重奪總統席位的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氣勢如虹。然而他的老对手现总统拜登近期因为硬撑以色列暴力报复、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等备受国内外批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民望领先拜登，而且差距在拉大。然而特朗普更为偏袒以色列，如果他上台可能加剧以巴冲突和中东乱局。为缓解红海危机，拜登近日无奈地要求助中国，希望中方敦促伊朗施压胡塞武装。但紅海危機只是以巴衝突外溢的一個火頭，如果拜登無法壓止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始終難以平息外界質疑，亦難挽救其選情和美國國際聲譽。東方日報社論，去年9月西九元方發生地底密閉管道奪命工業意外，兩名男工人懷疑吸入沼氣中毒身亡，工人在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保障措施嚴重不足，當局長期不監不管。事後勞工處突擊巡查200多個地盤，發出200多張告票，並已於今年上半年推出修訂密閉空間實務守則。但更重要是如何有效監管和嚴肅執法，否則只是擺姿態走過場而已。